吴女士，哎，你的身体我们已经检查过了，看来并无大碍。不过这段时间属于观察期，最好是有人陪着，万一有个什么情况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不是已经都好了吗？你是头部受伤，我们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。 幸福啊，我在这个城市待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你就是我的亲人了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住几天呢？哎，没关系，我自己住也行。 啊，小鹿，那你搬过来跟我住吧。喂，真的没问题，谢谢啊。你疯了吧你？这叫引狼入室。 你真的相信他是失忆了啊？那你认为他是装的？哎呦，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傻呀？我问你，生活中你看见谁失忆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？你听说过吗？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听说过，那也是电视剧，而且还是狗血电视剧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怎么是一个这么个智商的人？我跟你说，吴小璐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没一个地儿是真的。 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傻呀你？哎呀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他装失忆对他有什么好啊？你说呢？他之前做的那些坏事儿，他怎么跟马三强交代呀？他得骗着他，哄着他，让马三强跟他结婚以后再说，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。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吴小璐比你聪明多了。大傻子，我看你。 你太聪明了吧？怎么跟编电视剧似的？哎呦，你可以写剧本了。我编电视剧，大姐，我告诉你，生活中要比电视剧复杂多了。也就你这脑子简单，是个人都比你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不敲门啊？小璐，哎，怎么不敲门呢？你得赶紧走。 狼来了，我怕我这病控制不住，我一枪崩了他。崩谁呀？崩我，拿屁崩我。哦，董美丽，看见没有？他都知道我叫董美丽，你还告诉他失忆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傻呀吧你！你告诉他啊，他看你演电视剧了啊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谢谢你啊。 哎呦，我还知道谢谢我。哎呦，你太会演了，你太能演了，大骗子，你就骗这个大傻子吧，就他相信你啊。不是，你真幽默呀。哎呦，他连我幽默都知道，你怎么知道我那么多优点呀你？你好好骗那大傻子吧，就他信你。我这样的人你永远骗不了我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没事儿吧他？啊，没事儿，小鹿，我帮你。 整理行李。哦，好。在哪儿啊？幸福，是马哥给你发的短信。 你跟马哥到底怎么了？我都问你，你一直也不告诉我。小璐，你刚出院累不累啊？我不累。哎，你跟马哥是不是吵架了？我觉着都这么多年的夫妻了，有什么好吵的呀？马哥其实他特别在乎你，你看他做的那个节目叫《幸福的秘密》，表面上好像是教别人怎么维持婚姻，其实我觉得他每一期都在向你表白。
下洛，那个节目现在已经换主持人了。啊？妈呀，怎么会换人呢？那马哥主持的多好啊！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你就因为这个事儿跟马哥闹别扭了？哦，不可能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那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啊？幸福，其实我觉着你跟马哥，你们俩属于都特别在乎对方，又特别了解对方。你说这么大个世界，能碰到这样的彼此，其实真的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。我觉着你们之间有什么事说开了就好了，干嘛怄气呀？别怄气了哈，小洛。有些事情其实挺复杂的。这样吧，你就问一个问题，问完了我回答，然后咱们就睡觉，行吗？那你跟马哥到底怎么了？我们俩离婚了。离婚了？为什么离婚呢？我已经说了，我回答一个问题就睡觉，我想睡觉，行吗？明天回答你别的问题。那个有信息，你替我看吧，看是谁。哦，哎，不是那个密码，密码。女士，还好吗？你身体不舒服的话，告诉我，我是医生。严医生，丹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朋友约了开点会。你在写作？坐坐坐坐坐，点点东西。服务员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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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好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说。来福来找过我了。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你们的事情，我不想提他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吧。他说了很多，但最重要的是时间。他希望你给他多一点时间。我给过他时间，恰恰就因为这些时间，他让我感觉到我在他心里面跟别的女人没有什么区别。我曾经以为我怕失去他，我在我哥家的时候，我还介绍你和吴小璐在一块儿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都觉得可笑。是，我是幼稚，我是无理取闹，我是有的时候作了一点，但那也是真诚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可是丹娜，在我看来呢，来福这次跟以往不太一样。我可以感觉他对你是认真的，他是想付出的，但是他一方面也害怕婚姻带来的束缚跟责任，所以他现在左右摇摆，他非常的煎熬。他甚至告诉我说，这比癌症还要痛苦，要我帮他找大夫。你觉得他这是病啊？那他去看病好了。但我怎么回他呢？我说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，只有暂时找不到好的药方。你好好想一想吧，然后消化一下。我去开会了。董美丽。我想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呀？误会？啊，
没有啊。哎呀，我倒是觉得你对我误会挺多的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我听的我头都有点晕了。是吗？啊。哎呦，我这有点晕。啊，我就是想问你哈，幸福跟马哥他们怎么会离婚呢？不知道。你问他们去。那他不说呀。那我也不说。哦，那是不是就是在我婚礼的时候他们发生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有一个女人吧，特别贱，她绞尽了脑汁儿，使尽了阴谋诡计，搅和人家幸福和老马的幸福生活。哎，你说这个女人坏不坏呀？不是，怎么会这样？是啊，你说这个女人贱不贱呀？贱呢，这太过分了。哎，那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能不能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的？你想帮他们吗？想啊。最近是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你看看你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也不闹腾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是真的跟来福分手了，还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告诉妈。你闺女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天塌下来我都能撑着。有事儿啊，那就不是你闺女了啊，放心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嗯，幸福，马哥，我今天。自作主张的把你们叫到一块儿，我是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。嗯，这么多年吧，你们俩一直是我心中的模范夫妻。我自己感情有什么不顺心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们。我觉得你们那么相爱，所以我觉得电视里面什么书上写的那些特别美好的爱情，我就觉着还是存在的。但是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能在我受伤的那几天怎么会离婚呢？我听董姐说是因为有了第三者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小洛，那你应该问你的马哥。嗯，马哥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个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这么别扭呢？哎，这个不要脸的女的是谁呀？我去帮你骂骂她。哎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马哥，你现在跟她还有联系吗？偶尔。你怎么还会跟这样的人有联系呢？你得赶紧跟她断了。哎呀，吴小龙。
这件事情吧，它是个缘分，它也是个命运，它，哎呀，它很复杂。我觉着这个没有什么复杂的，你现在还爱幸福吗？我觉着，只要相爱就不复杂，你说呢，幸福？小鹿，我们两个的事你真的不用操心，你好好把你的病养好了啊。我先上班了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。是，你爸和我妈又……不是，这次是咱俩的事。斯坦福、帝国理工还有 UCLA， 都给我寄了 offer。这么说，你要出国了？可是我不想走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可这都是你的梦想啊！我不想像我爸和张老师那样，一错过就是几十年，人生过了大半辈子才发现彼此还深爱着对方。马天行，我不想错过你，我的梦想就是和你在一起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只要你想我留下来，只要你说出口，我就不走了。你想吗 ？Offer 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？一个月后。再好好考虑一下吧，回去和你爸爸商量一下。马天行，如果你改变主意了，就随时来找我。学生的拒绝，别给我好不好？让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。小舅，你怎么了呀？你也会被失恋折磨成这个样子啊？没想到你一个情场浪子，居然被我小姑这个男人婆折磨成了傻子。再给我拿罐啤酒来。喂，谁允许你喝酒了？我成年了，有什么不能喝？你们这些大人啊！太让人失望，连一个白头到老的好榜样都没有，简直摧毁我对爱情的向往。你来干嘛吧？严雪要出国了，一去就是四年，再考个研就得六年，六年异地恋，你觉得靠谱吗？六年。我跟马大闹分开才六天，你看我现在什么鬼样子？你真要那么在乎我小姑，高高兴兴把她娶过门得了，恐什么婚啊？你不懂，就是因为在乎，才不敢。小舅，有首歌适合你，你肯定听过。分手快乐。祝你快乐，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。行了，谁呢？你在，就你会唱、啊。事实嘛。你还要我怎样？
要怎样？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。爱过你很值得。够了啊！你干什么？知道我对严雪多用心良苦吗？你听过我给她写的歌吗？你唱啊！严小姐，严小姐，你的眼里下着雪，冻得我还要我怎样？要想你，要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现场我听的现场，你听过我？这是干什么？女人吧，你不知道你以前小舅是什么人啊？你小舅差过女人吗？啊！可是他们都不是马丹娜。你自个儿都失忆了，而且好多事你自个儿都想不起来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些女人我真是服了，就喜欢把那些小事儿吧放大、想象。不是，我给你买个钻戒行吗？个子那么大个儿了，我让你们同事都羡慕你。我明年就给你买。我没有明年了。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明年你要干什么去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老公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。得癌症了，不，怎么个意思啊？哦，你们这些女人想挽回感情，是不是都有这种？有意思吗？有意义吗？说件事儿，你说，我一直隐瞒一件事儿，我现在必须告诉你。你说，我要死了。我以为我还能有几个月的活的，可是刚刚医生告诉我，我就有两三天了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离开你，我舍不得离开你。我告诉你了，好吗？你现在说的话是赌气，你和张幸福在赌气。有很多事情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但你千万千万别和他赌气，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。
强子，强子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就已经知道了。干洗店，你都记住了吗？知道了。如果饿了不想做饭，那就有餐馆，还挺好吃的。还有，这是药房，24小时都开着。如果头头脑热了，到这买药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必须记住了：甘蓝、西红柿、芹菜、柿子椒、菜花、黄瓜。哎呀，我天天吃。那你会做吗？我学这玩意儿干什么？有你在不就完了？那我不在呢。你要干嘛去？存折在哪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告诉他们。来，
我告诉你，老马，千万千万别和他赌气，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，你从来不会想，我何必这样？你知道吗？吴小璐出事之前的那个晚上，他来找我，跟我摊牌。他让我在你和马三强之间做个了断。他告诉我，他和老马之间的一夜情根本没有发生过。所以，吴小璐的怀孕。所以，我和老马离婚的原因根本就不存在。我在想，我们之前一次次伤害，一次次怨恨和争吵，那算什么呢？那我们的婚姻是真的走到了尽头呢，还是我们彼此在误会中犯下了一个特别可笑的错误？严爵，你说我怎么办？